所以我们要来看的是时间驱动，时间驱动。什么叫时间驱动呢？就是比如说，你想要设计一个小时钟，这种东西就是时间驱动的东西。哦，天哪，这个绑架的太严重了吧？连这里都有。这是怎样？对，浏览器里面有那个广告病毒。 很麻烦啊！那你看，这绑架的太严重了，到处都是广告病毒。怎么改？有人知道吗？其实现在那个都越来越进化，网络上的方法都已经不实用，都不适用。对，改用火狐浏览器试试看，发现一起被绑。 那个应该是装了某个程式之后，然后全部一起被绑。对啊。好，先不管它了，我们继续上课。那个绑架的太夸张了，就这样。太穷了。太夸张。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时钟。时钟像这个样子。那这个要怎么做？其实蛮简单的，我弄一个表单。 然后上面放一个 label，让这个label每秒更新一次。每秒更新一次的时候会显示时间。好，其实每秒更新几次不重要，但是至少一次吧。至少一次的话，它每秒都会跳。如果你两秒才更新一次，那它只会跳偶数秒或奇数秒。如果你十秒才更新一次，你就会发现这边永远都只有十二、十三、十四。 反正后面的数字都一样。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做呢？就是靠时间驱动。你注意，这中下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个叫 timer。timer，有点小。timer，这个东西怎么拉出来的？等一下会不会看到我的 Visual Studio 里面也有那个绑架？好 ，OK， 那我们给个名字。 就叫 block。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给了 block 这一个名字的专案，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东西，我先拉一个 label 出来。 拉一个 label 出来，好，这个 label 这样子的话呢，有点小，不好看，各位应该知道怎么设置型，对不对？放置，现在是 8.25， 是你太小，我们把它设到 28，好，这样字体应该就 OK。 那这个 label 呢，叫 label one 不太好，我们改一个名字叫 label time， 就时间，label time。那它的初始值呢，有没有零零零零零零？零零有这么多零吗？12:45，那应该是这样就可以。好，几点几分嘛？我们，对，还有几秒，对，几秒，所以几点几分几秒？好，这样。好 ，OK。 那这样子，我如果执行的话，当然它是不会动的，就永远都是这样，零零零零零零，这不能称为一个时钟，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选这个，Google Bus这里，真的变得超慢。
会吧，这样就挂了。对，挂得太严重了。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吧。YPA Helper 怪怪的，还有 Snapper Pro、Shutter Pro 这两个东西怪怪的。阿坎啊，阿坎会怎么样？黑的铁铲，对，不要砍了。好，好，如果这样稳定的话，就这样用。好，回来了。好，那就继续。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呢，它是不会动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我们要让它动起来。那动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加什么呢？加 timer， 这个 timer， 我拉一个出来，你会发现，哎，对，没有拉到，没有真的拉出来。好 ，OK， 这下有啊，你把它拉出来放在这个缝上面，它会掉在下面。这个是一个不可，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元件，但是它还是存在。我这个 timer 呢，我就叫做 timer clock， 啊 ，timer clock。然后呢，它的 interval， 请注意它下面这行字说 the frequency of elapsed event in millisecond 啊，那就是 millisecond 就是那个毫秒啊，那就是千分之一秒。所以如果我希望它每秒更新一次呢，那我可以设一千。但是即使设100没关系，反正更新十次你也看不太出来，就留着100好。好，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设定一下，设定什么呢？我们把view code， 好，这时候是我们的程式嘛，我们一启动的时候做什么事呢？有几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个，刚刚这个 timer， 这个 timer clock， 它这边有个闪电，闪电这边有一个叫 tick 的事件 ，tick。那这个 tick， 你把它点进去，它就会出现一个 timer clock 点，就是 timer tick 的函数。这个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每当它，因为它零点一秒，你目前是100，就是100毫秒，它零点一秒，零点一秒会被触发一次，所以每当它被触发的时候呢，我做什么事？我显示时间。时间怎么做呢？时间是在 date， 看一下，datetime 还是 date？应该是 daytime 这一个附件有一个叫做 now 的函数。好，我宣告
宣告道等于这一个。好 ，OK， 这取得现在时间。啊，接下来做什么事呢？把这个道显示在画面上，但是我们现在的画面上面叫 label time 点 text。text 我让它变成什么？变成那点啊、十分秒 hour 加上两点，再加上 minute， 再加上两点，再加上 second。好。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启动，你会发现它还是没有动啊，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timer 没有被启动， timer 是要被启动之后它才会开始呼叫这个时间， timer 没有被启动它就不会呼叫这个时间，所以我必须要在某个地方让 timer 被启动。什么时候让 timer 被启动呢？一个办法是一开始就让 timer 启动，在 timer clock 一开始就让它 enable 等于 true， enable 就是使它运作，那使它运作，那等于 true 的话它就开始运作。好，就看到 OK， 现在你的小时钟就做好。那这个格式化没有很漂亮，你会看到哦，零一二哦，等一下呢，到十的时候它就变两个字，那它会伸缩。那如果要漂亮一点呢，可以用另外一个 string format 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先可以做到这里，先可以做到这里，我把这一段贴上去给大家。其中有一些东西没用到的，我先看啊 ，data 没用到，所以。都破，或许没用到，试试看。对 ，OK， 这些剩下的没什么用到。好，没用到的我再试试看。好，这样子一个时钟就做好。那请各位试一试，我把我的程式码贴上去。其实我们之前的书里面也都有这些程式码。好，你可以参考这一版，你可以参考之前书里面的版本，在时间驱动这一个章节。